行了，方乐，我也受够了。咱把房子卖了吧。妈呀，这是你说的，钱儿，这话我忍一年了，今儿你终于说出口了。这房子我现在就挂上，我就卖了去。谁不卖谁孙子！你拿你东西，我拿我东西，我现在我就滚蛋啊！来，坚持一下啊，坚持一下。这下拍完了，老公把租出去。就有钱还房贷了，啊！坚持一下，媳妇儿，辛苦我媳妇了啊！不背，你说，哎，这包漂亮，哎，好了，你干嘛呢？媳妇，你跟我说话呢？啊，是跟我说话？我问你这干嘛呢？哟，您终于开金口了，不容易啊！啊，没干嘛呀？我这不跟市里知名主持人贾元同志拍照片吗？我这演出服啊，不用的衣服、包什么，挂网上租一下，这样我就有钱还房贷了。哎，你别碰我！哎，不，我说你什么时候你能正经点啊？去找份工作？你这都一年了，你挣过钱吗？你我有一能挣钱媳妇不就完了吗？咱我这不也没闲着吗？是，您是没闲着。天天在家里你就盯着屏幕跟这破游戏较劲，组队打怪，结婚生孩子当土豪，你能不能现实当中你争点气呀？你居然现在把我所有这些衣服都拿出去租了，这事儿还是单位同事告诉我的，你让他们怎么想我，怎么看我？贾月月穷疯了。你没穷疯，我穷疯了，我穷疯了行吗？我是没本事，我都不嫌丢人，您嫌什么丢人啊？在你这衣服包什么的，闲着也都是闲着，我挂网上租，换俩钱，我还房贷，我怎么了？我不是没办法吗？你们不就一破主持人吗？哎，你们电台一月你开多少钱啊？你至于吗？你买这么多衣服？我买这么多衣服啊，就穿一次就在那挂着，都是为了我工作。啊、什么工作呀？我挣多少钱跟你也没关系。对，你挣我挣多少钱，那都是我凭我真本事挣的。我没本事，你有本事。我挣多少钱，我也都拿去堵这个房贷的窟窿去了。你说咱们买了这房子，咱们过过清净日子吗？这每天半夜做梦醒了，我看手机，我都怕有银行催款的短信，每天就啪啦啪啦。行了，方乐，我也受够了。咱把房子卖了吧。妈呀，这是你说的，钱儿，这话我忍一年了，今儿你终于说出口了。这房子我现在就挂上，我就卖了去。谁不卖谁孙子！你拿你东西，我拿我东西，我现在我就滚蛋啊！卖房子。卖房干嘛呀？啊，准备离婚。离婚？是啊。你吃饱撑的，谁信呢？真离啊啊！成成成，离婚！你这孩子说话也不靠谱，那么漂亮个媳妇儿你舍得呀？啊，这一说离婚，就跟问一句你吃了吗那么随便，让你爸操心去了。